周末，紧张，陪伴，提议，周末，度过，激动，海洋馆。期待，海报，排队，入场，饲养员，指挥，精彩，模样。互动，环节，幸运，嘉宾，赠送，北极熊，海豚，如果我希望经常愉快丰盛红烧鱼。我的周末平时因为我父母的工作很紧张，所以他们陪伴我的时间很少。但是这个周末，妈妈提议说，我们一起去海洋馆吧。我太激动了。早上，我们一起参观了海洋馆。我最期待看海豹表演。由于看的人很多，我们很早就在外面等着。我们差不多排了半个小时，然后我们排队入场。在饲养员的指挥下，海豹的表演非常精彩。它们的模样很可爱，观众的掌声十分热烈。在互动环节中，我被选为幸运嘉宾。主持人送给我了一个小礼物。海洋馆里还有很多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动物，比如北极熊和海豚。我很喜欢这个地方。如果有机会，我希望可以经常来参观。最后，我们愉快地离开了海洋馆。我和父母一起去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。妈妈为我点了我最喜欢的红烧鱼和柠檬汁。这个周末我过得特别开心。你的周末过得怎么样呢？我的周末，平时因为我父母的工作很紧张，所以他们陪伴我的时间很少。但是这个周末，妈妈提议说，我们一起去海洋馆吧。我太激动了。早上，我们一起参观了海洋馆。我最期待看海豹表演。由于看的人很多，我们很早就在外面等着。我们差不多排了半个小时。
然后我们排队入场。在饲养员的指挥下，海豹的表演非常精彩，它们的模样很可爱，观众的掌声十分热烈。在互动环节中，我被选为幸运嘉宾，主持人送给我了一个小礼物。海洋馆里还有很多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动物，比如北极熊和海豚。我很喜欢这个地方，如果有机会，我希望可以经常来参观。最后，我们愉快地离开了海洋馆。我和父母一起去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。妈妈为我点了我最喜欢的红烧鱼和柠檬汁。这个周末，我过得特别开心。你的周末过得怎么样呢？